可以。我应该是办公室。怪。有没有满满的正能量？没事，我帮我看。再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怎么啥时候一上来就让我连鱼龙？干啥都连鱼龙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。女主是李珂乙，李珂乙。哒哒哒哒，对呀、啊，他直播都没直播，你都让我连他，我到哪连他？我把他挂，我把他拴我裤子上多好啊！哒哒，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我还没放假，我也没放假，我跟你一起都在工作呀。你没放假，我没放假，大家都没放假。你现在穿西装了吗？我在室内，其实还好。你没放假，我没放假，都没放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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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当然是在拍《掌中之物》了。谢谢叶叶子送的你最好看来了。今天直播挺早，因为我感觉今天再没有直播的机会，所以今天就播了。我老公放假过年了，恭喜你老公。你没放假，我没放假，都没放假。尊多角多，你可一定要拍好哦。尊多，我一定会好好拍。零零后的幽默。谢谢王总的精灵耳，哇，这个名字好好听。为你举的门儿，谢谢。尊多假多，你没放假，我没放假，大家都没放假。我要吃饭，你要吃饭，中午吃什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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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号为我开了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，把我一生。要用怕怎么又去吃饺子了？没有，我昨天晚上吃的饺子，我今天早上吃的包子。包子，包子，你那个星星怎么弄的？挺漂亮的。我不告诉你，哎，我不告诉你。脖子上那个白色夹子是什么呀？这样不难受。这个叫领带针，它是这种衬衣它固定领带需要的一根针。嗯，而且这是金色的吧？这不是白银色的。对，抬领带的。嗯，我因为领带有很多种不同的系法，它需要领带针。谢谢精灵耳送的为你举灯牌，谢谢关注，没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，没点赞可以点点赞，没挂灯牌可以挂个灯牌，没进粉丝群可以挂粉丝群。老鱼告诉我，你问老鱼这个东西是谁告诉他的？我记得我带的时候还没人带的吧，应该。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。小小翅膀，大大书包，上呀上学堂。没事，你叫爸爸就行。鹏哥过年还拍戏，我过年当然就不拍戏了。我过年就不拍戏了，过年肯定要休息了，因为，因为连拍了三部剧，好累了。现在待播剧都得有五部了吧？待播剧我都得有五部待播剧了吧？所以过年就拍不动了。你粉丝有多少？我没多少粉丝，就几十个粉丝。这么少吗？在场的有二百。今天造型还可以，家人们，面具特别好看，谢谢。再回首，呵呵，算了。
谢谢大家关注啊，霍总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今天这，哎，今天还可以。觉得今天很阳光，可能今天不是我阳光，而是有灯光，押韵不押韵？那天没有阳光，是因为那天没灯光。今天你觉得我阳光，是因为有灯光？那天你觉得我不阳光，可能没灯光。谢谢柯妮送的璀璨舞台，感谢。感谢感谢柯妮，感谢支持啊，感谢大家的点点。点了关注能免费看剧不？那还是别点了吧，因为我自己看剧都要要钱。感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支持。嗯，你的童年，你的童年好像都一样，小小书包大的才看完你的《他是人间妄想》啊、谢谢。过年直播包饺子，可是我不会包饺子啊，怎么办？怎么给你直播呢？对啊，我也花钱看剧啊。我说实话，我看我自己的剧也掏钱呀、啊。我看我自己的剧也掏钱呀、啊，可以学呀、啊。你一个北方人不？我的妈呀，你这个地域绑架！什么叫做北方人就必须得会包饺子呢？请问这是什么逻辑？为什么说一个北方人就必须要会包饺子？难道说南方人就可以不会包饺子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其实我是南方嘞。其实我是南方人，哎，你地域绑架我，会吃就行了嘛，吃啊，会吃就可以了，为啥是一定会包嘞？谢谢大家送的粉丝灯牌儿，谢谢偶像剧的点灯。我北方的朋友说北方男人会做饭，我是中方的，既不是北方也不是南方，我是中方的，夹在中间。张总之屋也对，现在开拍的是，谢谢，哦呦，好帅的帽子，谢谢木子的帽子，谢谢大家点亮。你是四川人吗？不一定，万一有可能是东北啊，有可能是河南的，都不一定。感谢大家点赞啊，感谢大家点赞，感谢大家对剧的支持，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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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，你是零几的？我是零九年的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支持，我四海为家。中原大地，四海为家。看着你想山东嘞，为啥子？因为我坐在这儿，你也能看出来我很高，是吗？哪里都是家。你是男一号吗？我是男九号。我可太喜欢你的短剧，谢谢。手腕上有伤，对，是拍戏留下来的。多久给自己放假？再过上几天就放了吧。嗯，再过上，因为今天第四天，再放四天我就休假了。嗯，南方没有你这么高嘞，你这不不不不，南方也有很高的。我知道南方的一些老师们也有很高的，家人们也有很高的。休多久？我想休个半个月吧，因为我想去北京或者重庆去玩一玩，我想去北京喝豆汁儿，想去看天安门升国旗。谢谢谢谢，看了好多作品，希望你能有更好的作品。谢谢，我会的。上海我也想去，上海也可以刷一刷，因为我也想去看一下迪士尼的烟花秀。我喝豆汁儿绝对会拍视频的，你放心吧。
上海我想去迪士尼，你剧演得很好，谢谢。全国我都想去，家人们别说了，全国我都很想去啊，家人们别说了，成都来好吗？本哥听你的口音，是什么什么说什么？听你的口音，你是不是四川重庆的？不是，我只是会一点点。我弟弟在重庆，我是陕西西安的。太喜欢你的短剧，多拍一点。好的，因为我要下班了。你这么早下班，还有这么早？这么早下班，家人？会说河南话，看在你是我粉丝的面子上，跟你说一句，中河南话还行吧？郑州的，你是哪儿的？我是郑州的，你住哪点的？还行吧，啊，看在你是我粉丝，挂了粉丝牌子，我就跟你说一下，嗯，别人我都不说了，嗯，说了不好，重新说，我说了河南话还不中。对啊，我可以去北京多待几天，就能看什么长城、什么兵马俑、什么……哎，谢谢飞姐送的，一直陪伴你，真是每次来都能看见。鹏哥，很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点赞，感谢大家啊！哥哥，雷猴啊！北京你没玩过，我没去北京玩过，我去北京拍戏过，但是没有去北京玩过。我想去去故宫，想去去天安门，想去去看看升国旗，嗯。嗯，特别想去看。谢谢飞姐送的龙抬头，感谢关注啊，没点关注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没点赞可以点点赞啊。那样欢迎大家，千万不要问我为啥子突然开播，是因为我只有这点时间能播，所以就突然开播。声音怪怪的，为什么你们老觉得我声音怪怪的？我声音天生就这个音色，然后你们老觉得我声音怪怪的，可是我天生声音就是这个音色呀。嗯。没有在钢厂，嗯，我在一个写字楼，嗯，也是一个片场。我声音怪吗？我觉得我声音还行吧。鹏哥会说粤语，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我终于来啊，老妹，还没放假吗？嗯，没有，这再有四天就能放假了。谢谢秘密送的鲜花，感谢。不冷，这里面不是很冷。嗯，狗像感冒了的声音，说话像感冒了。我说话像感冒吗？那怎么办呀？啊啊！这说话像感冒吗？有点鼻音重。那可能是因为我这样子是属于浅着的。太高了。那就当我感冒了吧，多关心我吧，家人们。嗯，你有鼻炎吗？我没有啊。这都什么问题啊，我说话一直都是这样，我台词也是这样说的。脖子不勒吗？还好吧。那是这样子吧，如果大家家人一直觉得我感冒，那就多关心我吧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还有一个火箭？哦，欢迎，谢谢经典音乐送的称心如意，感谢。衣服今天挺帅，谢谢。念的霸总不封批，比较理智是吧？
啊，我也有演过比较疯批的，嗯，对啊，你看了我很多剧都是这样说话的，可能稍微有的时候说话特别急促的时候，声音会稍微上扬一点，正常说话都是这样说话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像感冒了，可以多关心关心我噻。点点赞，今天有剧上吗？我不知道呀，真的不知道呀，你说怎么办呀？制作方没有跟我说什么时候上，不知道。许你千万宠爱，许你千万宠爱是什么？就给我再说许你千万的话，我也许你千万宠爱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都不知道我拍过我一个剧叫许你，我看一下啊。我看一下啊，许你千万宠爱。我看一下。喂，沈清九，你再给我找几个顶尖货色来。反正我不管，你是锦丝会所老板，必须给我找一个又乖又听话的。那我不知道他叫许你千万宠爱啊。我的妈呀，您和江小姐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您看协议结婚的事作罢，我们走。可是您父亲呢？你今天必须结婚，去给我找个又乖又听话的，好好好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给你安排了一个金牌男公关，房号1809，1809啊！就是要和我相亲的江小姐，这脸蛋，这…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啊。不知道该说什么啊，我就这么说吧，我说大家还是谢谢大家关注吧，然后大家还是马上会上什么我家老公是大佬呀，然后掌中之物呀，又他情深呀，大家关注关注吧。哦该说啥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大家都关注关注，我家老公是大佬呀。掌中之物啊，有他情深啊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对，不太好说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谢谢谢谢兰兰姐送你最好看，感谢。哎，真的不好说。
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中午吃什么？中午吃什么？我还真的不知道，真的。感谢感谢。中午吃什么？中午吃什么？我还真的不知道，真的。岂止，就是姜子衿认错人了。好了，现在聊聊协议的具体细节。不是，我是想说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：第一，结婚消息保密；第二，需要时在我家人面前配合我，一个月给你20万。你是说包养我？我猜你中午吃面条。我猜我中午吃米饭啊。哎，你演的剧你都会看吗？我都会看。哎，自己看自己的剧会不会不好意思？我就这么说嘛，就是不会又是盒饭吧，很有可能是盒饭吧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家还是多关注关注。我刚才说的了，今天不吃馍了，今天没有馍吃。你是专业，我是业余演员。业余的。我是业余演员，我专业是地陪导游吃播。谢谢谢谢。没有睡播啊，只有吃播。我这两个月的状态会比这个会比前两个月要好一些啊。然后呢，这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。鹏哥，你放假了？要多营业。好，我放假对。哥，你看到我说啥了？我没看到，你重说一下好不好？我真的没看到。谢谢关注。我这边边工作边看直播。要不然灯牌会掉的。好。我想说，我都13级了，你送我也送大家一个福利吧。你想要什么福利？你说，我送。你想要什么福利？我给你送。谢谢芝芝送的《称心如意》双开门。你说嘛，你想要什么？不冷不冷，这里面挺暖和的，不冷啊。你说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说，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有鼻炎，你才有鼻炎，我没鼻炎，知道什么叫气泡音吗？真是。
出去。我很健康啊，哦，感觉你鼻子不出气。看见没？出气呢。你这样，你想过你用一段演过的词，然后把女主的名字改成小星辰是吧？这个什么词呢？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。我演的词太多了。你这当面考试呢，小星辰们，不对，小星辰们啊，小星辰，我想永远跟你过一辈子。行吧，王总这么早不用拍戏吗？我都已经拍了好几场了。然后完了之后再休息，勉强。哎呀，不是，那我怎么演嘛？那，你这当众考试，你说这个太难了，那还不如直接脱衣服吧？那考什么试啊？哎呀。这两天我都没有我解不开的扣，脱播是不付费。你不会笑吗？对，我不会笑。林队不知，哎呦，这都是看过《追凶神探》的了呀。我的妈呀，太了解我了呀，脱了都是秋衣，可太了解我了。你有点侮辱人，我跟你讲，今年夏天咱们一起见，你知道吧，双开门上咱们见。什么大饼，真的。咱不画饼啊，真的。哎，家人们，你们过年都怎么过呀？我这里面穿了个毛衣，确实有点紧，我的妈呀！家人们，你们过年都怎么过呀？最近确实有点胖。你所胖就胖，我都说我不胖，一个192厘米的人，150多斤，我胖吗？你所胖就胖。拖家带口回婆婆家过，吃吃喝喝呗。我过年该怎么过？自驾游。我也想自驾游，看咱们能不能偶遇一下。我也想自驾游。我操！来北京找你值班去，你还挺幽默的，
你还挺幽默的，来北京找你值班去啊。你还挺会聊天的，你还挺会聊天的你。没有意思，想看你演的霸总。那行吧，那就关播了，再见。好，醒醒吧，家人们，那不能时时刻刻都当霸总呀！我的妈呀！家人们，醒醒吧！啊，那不能时时刻刻都当霸总呀！哦，霸总连一下，给你个面子。给你个面子。喂，宝贝儿啊，李龙，你在哪儿拍的？大宝贝儿，你在哪儿拍的？我在那个什么什么张裕什么什么酒庄，可真远呀！啊，30公里吧，区区30公里吧。你猜我在哪儿？一天都在这儿。我在你前两天在的地方，徐汇中心。前两天在的地方，徐汇啊。你不是这两天跟我说你在徐汇吗？啊，前天。嗯，然后我这不是过来了，这不就错开了吗？哎，有缘无分嘛。把你的大包先放下。毕竟你有真正爱的人。嘿，不，我真正爱的是你，快点，快点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你真能做东西啊！你搂着别人看，给你看我，给你看一下我新装备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有鸡鸡？我知道，这为什么要整个这个？寒区大棉鞋，我不老上村里去吗？嗯，我一整就给我整村里去了吧？怎么死冷死冷的？哦，那好使吗？要穿皮鞋的话，那啥，太冻了，太冷了。咱俩你是几号收工来着？5吧。啊，那我是4号收工，5号如果空了，咱给你吃个饭吧。我上次答应请你吃个特别好吃的那个啥。不探个班啥的呀？探你班呀？不探呐，那不得影响你跟别人的这个情感发展吗？我去了他怎么活？哎，没事，你不吃醋就行。你不吃醋就可以，没事儿。明白了。那个李寻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怎么？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李寻欢说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哎呀，老师好会啊！但是那是我的台词，那不是你的台词，家人。哈哈，好。你拍这个剧拍哪个公司的？秋元，这是导演。哦，明白。我前两天才跟他偶遇过。昨天我在现场，然后那个摄影问我说：“不行，你干不行那个什么，你来干摄影。”我给他拿机子嘛，他说：“哎，很好，走，好玩不？”我说：“好玩。”他说：“你干摄影吧。”我说：“摄影谁干呢？他妈狗都不干。”啊，他说他要通报我说：“说来、哎、老师你叫什么？你把这话重新说一遍。”我等一下，问题又来了。他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连我都不认识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老子王晨鹏。然后他们，他在笑，所以我是你是说你在说别人名字还是说自己名字？别人名字。我不，我名字，我说的摄影狗都不干，记住我名字，王晨鹏。
天神，西安天神，打听一下子。那纺织城，我、哦、虽然我不知道王成鹏是谁，但我确实记住。你不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好，我现在知道了。你居然两个人了！你居然说你不知道王晨鹏是谁？你可以不知道王晨鹏是谁，你知道于龙是谁就可以了。明天我鹏哥封杀你，我跟你说，你在西安没活了。封杀我，首先你得知道我叫谁。你来说他叫啥？来说我叫啥？孙虎城。我把名号打出去了，他敢跟我滴滴赖赖的，我跟你说，打听打听我程鹏是谁。哇，您前面不是没有牛逼？我王程鹏纵横西安20来年，不是白混的。打听打听，打听打听，别，你知道吗？就晚上吃烧烤喝啤酒就干起来了，你就在旁边，你说一句，给我王程鹏个面子，两桌人就停下来了。哦，当时二战我没赶上，二战赶上了，我就往战场了一站，都给我消停点儿。哦，没想到我的面子那么大呀，啊，宝贝儿。嗯，我说小李，你是不是就这造型往过一站，是吧？然后给他们指一指，给我面子，是吧？是不是？那你就是他们没见过什么叫战神下凡。把我放了吧，顶着顶着，把我放了，这么多人呢，对吧？对吧？放了，这东西容易闹误会，你知道吧？收复，哎，你俩不说吗？这个人挺清闲的呀。刚才有个人说收复那啥的时候用吧，收复那个省的时候。啥意思？没听懂啊，说刚才让我制止二战那一套，说是让我拿到收复台什么省的时候用。哦，祖国大统一呗。嗯，往那一站，给我陈鹏王陈鹏个面子。如果祖国需要我去了，去的时候把你也带上，毕竟你的能量比我的能量更大。能去一个吧，我不要了。这个 F 开头的这个兄弟啊，你别打这样的弹幕，我们要读出来的话，很有可能对直播间有影响。哎呀，我喜欢点小点声，我刚才一激动打扰到别人了。你刚才说话太大声，打扰到别人，没有人会记恨你，因为你说的是我的名字。毕竟就是说。他们还是顾及到我王晨鹏的面子，他们不敢。但是你是有点东西啊，龙啊，你是真的有点东西啊。就是拌嘴这个事儿吧，你考虑好，毕竟我是个东北人。你是有点东西，反正你说那么大声，就算影响到别人，也不会有人记恨你啊，因为大家记住的都是我的名字，挺好。以后我也是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本人于龙，好，这个以后我出门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本人于龙，啊，哎，为啥今天？哎呀，谢谢我黑哥给我送的一个复古头巾，黑哥，你知道我说黑哥谁不？你再想想，黑哥，我操，那个黑子，哦、干啊？黑子，黑什么？你再想想，谁黑？谁黑？不会是比我还黑那个吧？我感谢我黑哥给我送的复古头巾。来来来，给黑哥看一下，来看这身西服。啊，这是你在黑哥那儿整的啊？啊，那个他给我订的。哇塞，这么专业！哎呀，我刚拿过来，这个戏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定制西服。真的吗？你露全身了？哎，我开玩笑，我跟你说，一般人都不能碰我，碰我我就不是王振鹏，你露个全身让我看看，他给你定制这西装帅不帅吗？
发过病的呀。哦，还行。你这也我看到你把你放大啊、哦？怎么把你放大呢？设备不怎么。看，把你放大，我看看。我看看这个摄像头怎么掉啊？你不用掉，该我了，是要下去吗？要下去？那为啥刚才让我上来？啊！哎，这个摄像头怎么掉啊？你不用掉，我现在把你放大了，你让我看看你，你离远点儿。哎呀，关键是我刚才不是怼到镜子那儿了吗？哇塞！不用走了，不用走了！我的妈呀，这个光芒闪到我了，老师！哇塞，真是帅呀！真的，我的不愧是。你在这？你讲的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的不愧是。你在这？你讲的。我的妈！哎呀，真的，我的不愧是。你在这？你讲的。我的妈！哎呀，真的，我的不愧是。你在这？你讲的。我的妈！请问这是谁卡？我卡了，家人们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到原来，我只能变成这么小了，回不到了，回不到那么大了，刚好我要开拍了，啊，搞不好中午会来吃个播啊，我要开拍了 ，Goodbye。为什么变不大了呀？